上海虹桥火车站地铁站，正好我经过的时候，因为那个闸机它是逆向的，然后是出站的闸机，结果我看了有好多人，因为这都是抢进去的，就是当时还没来得及拍上，他是就是一张票连着五六个人一起直接挨着一起直接进来了，他有的直接就是硬搬那个闸机的那个门，还有看到一个就是有好多老人也是从这边钻进来的，我没有拍到的大概一连大概有二十几个人吧，不光是老年人，还有这个中年男子，他们也都有的，这个在也不知道他们是真的是赶时间，也不知道他是在逃票，反正就是直接闯。